妈，你这样让我们中间了，你上这边了。在那边上这儿来。你让你都拍。爸爸跟前来。那孩子上中间。那只猫懒不懒呀？耶，小问人眼睛。哟。在那边好了。这个跟妈妈。我们看别的去了，走。看大老虎。等一会儿吧，先等一会儿。哎，你看，俺俩躺着吃东西呢。哎呀，这不是白的，造的，也是白的。你看，万一个大熊猫吃竹子，好不好？你看着吗？看见了吗？那你站在这儿看吧。哎呦，你这么能吃呢？哎呦天，他现在吃好几十公斤，好像现在吃十几公斤的竹子吧？好不好玩？猫能吃吗？还躺着吃还？这路上一是就愿躺着吃饭呢。别动，跟熊猫一样懒。不行，等会儿你把屎给扔了。想扔下去，咱们就捡不上来了啊。那你自己来，你扒着这儿看。看熊猫，又拿了一根儿，是不是？又吃完一根了。哇，你怎么没出道啊？对。挺有意思的。